上地铁，然后还拍了段小视频给我的同事们。23号封的城，我那一天是白班，那一天刚好就收到了那个地铁停运的通知，当时都快哭了。我就想，怎么疫情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？虽然地铁是停运的，但是我们要对那个列车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个测试，确保列车就是性能状态是良好的。我记得我是22号下午收到通知，说23号要试运行，然后就说，哪些人可以到岗，然后大家都很踊跃的在报名，激动，晚上没睡好。我看到希望了，我真的看到希望了，希望这个城市能够尽快的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。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开端吧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